有这么难哦、喔？好难哦、喔！对呀、啊，这个以后每次都要训练一下大家脑袋，训练久了，训练反应力。我们很简单的玩一个游戏，你们从一数到七，每一次碰到七，猜什么？对，跟七的玩一次，玩一两次而已。跟七有关，跟七的倍数或者跟有七的数字都猜一下。七好难哦，猜一下。七二七嘛，有的是用复刻版抽。对，但是我们就七比较好玩。七、十七、二十七都有，还有七的倍数。对，你就猜一下。好难，不能念出来哦。七不能念出来，对，七的时候不能念，然后要数。可是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玩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八本来是我们是反方向，还有九、十、太难了，我觉得我都输了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十五，来了，来，要从反方向，要回转，要回转，高回转，拍完之后就还要转，对，拍完手要回转。我已经头晕了，对，他跳很棒。我们从一开始，从这里。没有没有，刚站过来，然后我拍完之后换，他要回来，只要拍了都要回去。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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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十九、二十、二二、二三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七、二八。哈哈哈哈哈！对的，你是对的，二七、二八，你刚拍的七十二八。对啊，你对啊，拍完要换羊羊，对啊，拍完要换羊羊。这已经很厉害了，而且还要变脸。因为初导已经拍了一下才错，所以他已经很接近。那从你开始。从一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二、二三。算数不好，二四不对哦，九九乘法不好，九九乘法表。我们一定要突破到三十五才能停下来，要。